哇，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？大家好，我是十五号选手，来自江苏南京，我是70届环球小姐的上海赛区的亚军，也是2023环球超模职业联赛华东赛区平面组的总冠军。我知道世界小姐是全球顶级的选美赛事，而广东赛区更是世界中国赛区各分赛区的翘楚，所以非常期待能够进入我们广东总决赛，因为这是一份肯定，也是一份荣誉。而最后我想说，我知道站在世界小姐这个舞台，不仅仅应该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女性，非常的悠久，那从各个方面来说，我觉得都是当今全球所有文化中的令我非常自豪的一段。但是其实我本人对于国学是没有什么研究的，可是老师刚刚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到了我知识的一个盲点。那我相信每一位选手参加世界小姐，不仅仅是过来展现自己的外貌，展现自己的才艺，更应该是通过这个舞台来学习，来发现，然后来够来去进步自己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都是国学的一部分。但是有点紧张了，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怎么会，但是我有信心在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和世界小姐一起成长，我和国学一起进步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评委老师。